卷了卷了，太卷了，就咱家这款银丝抹布啊也开始卷起来了。之前呢8.8啊拍30条的哥姐姐，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现在呢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咱直接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直接是5.8给咱发30条银丝抹布。家人们啊，不要再用传统的钢丝球去刷锅刷碗了，坚硬刮手掉碎屑啊，而且呢还有划痕，非常的不安全。咱现在呢可以换成咱家这款银丝抹布啊，它呢非常的柔软，而且呢不抽丝还不断丝啊，四周呢还一个包边的设计，特别安全，特别好用。像咱平常呢清洗个餐具了，清洗个厨房用具了，清洗个瓜果蔬菜了，咱擦个灶台了，擦个油烟机了，都是不在话下。并且呢咱家这款银丝抹布啊可不像那个钢丝球一样会藏污纳垢有异味，咱家这款银丝抹布呢使用之后呢稍微拿清水一冲洗一晾晒啊就特别干净，不会说存在藏污纳垢有异味的情况。关键呢今天的价格啊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9.9不要，8.8不花，直接给咱卷到了5.8啊，到手30条。厂家控价之后呢，老弟个优惠券啊随时关闭，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挂没挂成功，如果是5.8给咱包30条的话，咱赶紧去安排。